信息中间声像，直接要感谢陈牧师，啊，搁咱的小会、中聚会，搁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伫我这三年的服侍顶面，予我真多的学习，也甲我真多的同工，会当伫遮经验到上帝丰盛的使命。伫遮甲大家来多谢。咱伫今早的信息开始进行，咱先做伙来祈祷。丰盛的上帝，阮多谢你，主你常常对阮有真多的疼痛，甲真多的慈爱，甲真多的教导。主你也伫阮真多软弱的时阵，你的鼓励，真多阮的鼓励，阮多谢你。伫今早起，主你照着阮每一项无共款的需要，主你对阮来讲话，对阮来勉励，主阮多谢你。安尼做伙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来求。阿门。尼希米记是伫记载以色列百姓受掠到巴比伦以后，做伙倒转来到耶路撒冷，然后伫遐重建城墙，甲上帝重新立起个约的历史。所以这段时间，那好亲像是以色列敢若第二届出埃及。因对他乡的所在，要转到上帝所应允的所在，所以这段时间对因来讲是真正真，伫因心内真少念、真挂心的代志。连尼希米伫当时咧做波斯王的酒政的时阵，遮尼好的环境、遮尼好的地位甲职业，当伊听到故乡耶路撒冷的声求，赶快伫遐毁坏。连和烧、和火烧的城门，拢还无修好，心内就真郁卒吼，连食饭拢食袂落去，真艰苦心。伫以色列有一个国校，有一天有一个官员，甲其中的一班要去看因的历史课，好无？所以，这个官员就出一个问题，讲：请问耶路撒冷城？伊个声，伊个样声声像是安怎倒去？然后就凊彩记一个学生讲，叫伊来回答。迄个学生真紧张，吼，站起来就真认真讲，报告官员，毋是我。官员听了真生气，讲我问即个历史问题，伊哪安尼回答？伊就站去校长个身边，甲讲，你个学生哪安尼回答？我问伊耶路撒冷城的城墙是安怎倒去，伊竟然讲毋是我。但是这校长阁真坚定讲，阮学校拢真学校的所有的学生拢真诚实。伊竟然讲毋是伊摔倒的，应该就毋是伊摔倒。只是迄官员阁较生气，伊就请校长爱招因遐的同事做伙来开会讨论恁个学生到底。心情咱摆到即落型的吼，历史竟然拢毋知，连即题拢答袂出来，拢讲袂出来。所以，正官员爱校长参因内面的当事做伙去讨论，讲到底是要安怎吼，要来救学生的历史。但是，这校长讨论了，就提出一个报告，讲官员为着这件代志。为着耶路撒冷城城墙倒去这件代志，嘛莫提到学校学生的艰苦心，啊嘛莫予官员你感觉受到困扰，所以校愿意提出一笔钱来修耶路撒冷城的城墙，所以毋忙官员你会当接受阮的提案。这个官员规个面拢青顺顺，搁较毋知要安怎讲啥物话。耶路撒冷城城墙倒去，真正是严重吼，连遮学生囡仔拢真惊吓，徛伫遐讲，毋是我杀的，毋是我杀的。城墙倒去，连遮学生拢感觉真紧张、真重要代志。所以咱会当知城墙对一个城市来讲是非常重要，因为有保护的角色。所以当
尼米探听着讲，真两批转去甲故乡遐个人，遐伊个百姓个情形，听讲因拄着大患难，而且受着凌辱，互人看袂起，互人看袂起。过遐耶路撒冷城个城墙也搁咧倒伫涂骹吼，就还在毁坏，连只门拢互火烧去。安尼个情况。其实连任何一个外族的人入来，拢会当真凊彩走出走入，甚至也会当真凊彩欺负城内所有的人，因为伊无受到城墙的保护。最好比咱所徛起的厝，相信咱每一人，咱厝内的门拢真臃肿，真坚固。若有人买用上厉害的防盗设备，让我们的门更厉害，会封贼偷。特别若当咱徛伫白种的厝，咱会知影讲，通常迄栋厝、老厝以外边啊，还阁会围一个城墙。然后伫门口时阵，阁会放一台摄影机、录影机，为着要封闭贼偷，也是任何意外的产生。所以这种门甲城墙的界线，意思在甲人表示讲，这是阮家，是阮徛起的所在，别人无经过我的同意，袂当入来。所以对伫住伫内面的来讲，是受到保护，也是一种甲外界分别的意思。另外，咱也当对危机吼来看见讲城墙的重要。就是迄种黑色机啊、甲白色机啊，咧行去的物件。咱透过一个机啊、一个机啊来包围对方，所以当你若用你的机来甲对方包围起来，你就会当将对方的机吼摕起来，意思就是你甲伊食掉。所以算到最后，你若伫个边啊看的人，你也知讲哇，白色的机啊拢是满，你就知影。黑色机啊，惨啊！吼，已经输了去。伫今咱所读的经章，是尼希米登到耶路撒冷，甲所有百姓做伙咧重建城墙。当伊咧重建的时阵，伊受到外族的乞笑，伊咧真认真咧起城墙，边啊一直有声音咧乞笑因。三巴拉讲。一寡歹听吼，欺人的话，伊目的是要爱因惊吓，然后互因投降，毋敢去吼，互因会当阻挡因来重建。伫咱的社会内面，咱人甲人的互动，其实要完结起来真简单。有一摆，一个早餐店，有一个人将伊的车暂停伫早餐店的边啊。这个边的位置是一间便当店的门口，但是无多久就突然间听见两个人冤家起来，在互相在对骂。这两个人为着要暂停车去吃早顿，结果冤家真严重，因为人无法度受到对方讲呛声的话，两个人就无多久就冤起来。对人性来讲，人通常忍袂掉别人的乞笑，也是呛声，也是骂的话。所以面对这款的对敌者，你虾米大声真奇怪吼！一头一个行动的反应是用指导，你虾米真成功表达出一个声情者的角色。伊无因为参巴拉甲多巴雅的话。用呛声，吼，用同款小骂话来对抗因，等到是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回应这无好听的话。你虾米用祈祷来回应，或者的歹听的话，才会攻击到迄个墙以外，无会礼拜影响到所有百姓的心。所以你虾米真成功，真做一个。遐所有百姓的迄、那个信用的承受者，迄、那个保护者，你虾米实在是真好行出伊名的意思。你虾米的意思，也就是耶和华是安慰。
所以面对着这款歹听话的攻击，伊活出耶和华是安慰，真做家己真做迄个声唱者来向上帝来祈祷。所以，那属于上帝儿女的人，无论是伫听、伫讲、伫行为顶面，规个人应该拢属于上帝。所以，当尼希米拄到这款的挑战的时阵，伊无讲任何话，马上祈祷来到上帝面前。将大家所受到的委屈、压迫交予上帝，然后继续做因爱做的工作。这款信仰的声唱者的角色，保护着犹太百姓，无予外来的阻碍，放弃上帝的工程，也因为安尼的保护佮分界，予犹太的百姓当同一个心，做伙来服来进行声唱的中间。所以，咱会当来想，对伫咱真侪基督徒较久的人，甚至我要较，我嘛要鼓励，随便你可能是一才信主一年，只要咱开始信主的人，咱拢爱免得家己真侪一个信仰的声求者。当咱若愿意相信上帝的时阵，上帝会予咱有迄个声求者的困难，因为咱爱做伙，因为受到上帝的帮助、甲困难、甲力量。咱会知影，将要将遐传话、甲遐歹听的话，也甚至是诽谤的话，听到咱的手里。无讲予遮的话继续伫遐滚架，然后知影这是咱人的罪。但是我即摆辛苦耶稣基督，上帝真做咱的帮衬，咱着甲遮歹听的话、歹的话，会当交予上帝，予上帝来处理。然后咱着会当。抓上帝教示，用正面的方法来处理这会无好的事，用上帝的听继续来维持咱甲人的关系。中间声唱，更加深的一个意思，就是在讲人心内的声唱。某一个正常人，伊规工早早出门，暗时就暗才回来。有当下连中昼顿拢无搁伫头食，有一天上帝甲讲：“你真认真，我要收拾你土地，所以你对即马开始，一只开始，你走走走走走，你走一日，转来到原位，这个所在，这个土地所有拢要收拾予你。”这人听到真欢喜，讲：“哦，好，安尼我对即马开始。”开始走，已经尽力落去走，走了一阵仔咯，开始感觉忝啊。但是心内想讲，这是一个真恶毒的机会，我应该阁继续往前来走。所以阁继续走，伊就想着，想着伊的查某囝甲后生，为着伊囡仔将来吼。伊感觉讲，伊还阁开来，但阁伊阁走一段路，所以还阁继续走。然后一睏，还阁想着，我的所爱的太太，伊是我的重要的人，我嘛爱为伊继续来走，为着伊的婚姻，我嘛为伊来打拼。然后阁想着，我为着退休的将来生活，我阁继续走。就安尼，这个正常的人。为着真多真多原因，就继续伫遐跑走。但是最后，伊无法度走倒来原本的迄个店，无法度坐一个圆箍仔倒来到上帝面前，因为伫伊半路的时阵，伊的身躯就丧失伫半路顶面。伊无体力走倒来到原店，啥物土地？连一点仔都拢无摕到。这个正常人心内想着，要为着难得的机会，为着查某囝，为着太太，为着退休的生活。其实到尾下来，所追求是家己迄个哪来哪无限的欲望。伊心内声唱也渐渐在挥发。每一个人的心内声唱。咱来常常去注意，是不是已经开始在落啊？
开始咧悔改。啊，就是讲，咱来反省反省，咱家己是毋是受到金钱、地位、利益、人情，啊，甚至是经济效果，这个原因咧想咧讨论代志。那是咱来那无上帝，甚至上帝拢无得惊。那你真个心内声求就已经害了了去，因为当一个人心内标准也是人的想法，安尼就表示讲，外口所有的想法、所有的价值观，伊拢会当接受。所以无论是好的还是歹的吼，还是淡薄好、淡薄歹吼，伊拢感觉无差，因为迄时只要对家己是好的，伊拢感觉会参考、会想、会去做。因为伫心内无上帝标准，所以心内价值观也就会歪错。有一个兄弟捌安尼讲，当伊一合格的人要改人的时阵，伊真烦恼，因为以前伊甲伊合格的人是两个拢是基督徒，所以因真有同款的想法。只要公司若趁钱，伊一定会奉献给上帝、给教会。所以当伊咧换这个合格的人时阵，伊大声就先甲伊讲：“我是一个基督徒，这间公司也是上帝公司。”所以毋忙当伊有趁，当这间公司有趁钱的时阵，咱爱做伙奉献趁到的钱给上帝。这位合格的人听到了后，因为这个兄弟先大声表示伊对信仰的坚持。安尼的起手，予这合格的人真尊重伊，因为伊知影伊是一个真敬畏神的人，敬畏上帝的人。所以当伊大概咧甲伊分享安怎做代志的时阵，也是因工程要来进行，伊拢一直听到这人嘴里所讲上帝的话甲价值观。所以这人真尊重伊，也大概伊咧食饭的时阵，拢一定会等伊祈祷。拢讲，请你祈祷。所以安尼的起手，予因咧做工课顶面，虽然有当拄着困难，但是因是做伙伫上帝带领下面度过遐个困难，然后经历着赚着钱的丰盛。伫咱的生命内面，是毋是有一个坚固的城墙，予咱伫城墙内面会当得到上帝完全的照顾甲保护，然后伫咱伫这山丘内面，咱会知影，咱是要持守上帝的教示。对伫遐外来会影响咱离开上帝的关系时阵，遐的弯曲、歪错价值观，也是利益的竞争，也是甚至是一挂错误的事，咱会知影，咱要甲藏伫外口，咱心内山丘的外口，无予伊影响。通予咱的性命，将社会、将上帝以外的代志，当分别做事。咱若安尼来行，咱就会当活伫上帝丰盛的性命内面。即马刚好拄到咱教会咧修正咱教会换球的工程，即下予咱嘛当思想着，咱的教会是毋是有一个真坚固的城墙？通予咱。倘若予咱来挖苦上帝的尊敬，来规划教会方向，拿上帝价值观来甲人来讨论、来谈论、来对谈，而且带着上帝教导，伫咱的集体内面，咱学习会当生存、彼此服侍，也甚至是聊城的工课。咱若做伙来想想。教会城墙是甚么款的城墙？是用甚么款的砖啊来贴起来？为教会可能是遐砖啊是少侪无同款的，可能有砖啊是俄罗，有一个砖啊是希罗，为砖啊是彼此原谅、彼此服侍，也为砖啊是彼此愿意成全，为砖啊还是。抓上帝的价值观，我努力跟你来谈论这个事工。有的砖啊，可能也是我愿意体谅你。
然后甲你做伙来同工。啊，有的庄仔会是，咱一定爱甲上帝做伙来，往人往外口来宣告。有真侪可能无共款的庄仔，是做伙贴起咱教会的声像。遮个庄仔，拢是上帝教示咱真侪的教导。原咱徛伫一个所在，咱摕着一块上帝赏赐咱的教导的庄仔，做伙来贴。予咱教会有一个真佮别人无共款的庄仔，是佮社会上公司单位无共款迄声像，是一个永远袂毁坏、上帝会继续帮咱的声像。所以咱对以色列从一开始的历史来看，到尾啊，分做两个国家，一路上百姓拢是倚靠家己的困难，恰恰地特别。在旧约里面，时时刻拢会看见人做上帝眼光看做歹的事，也就是做家己看做好的代志。安尼状况就表示咱已经离开上帝。所以伫这段因被掠去巴比伦真久的时间里面，伫迄个外地的生活，时间真哩久。因也真久毋捌听见上帝的话，但是上帝的慈爱却一直在呼叫因，倒来到我的面前。伫尼希米记内面，上帝予真侪外族的国王来帮助因，重新倒去到因的故乡，来重建圣殿、城墙，甚至是重建因甲上帝的生活。我望伫咱的生命中，咱也有一个会当听见上帝的话的耳孔，听见伊慈爱的声，随时会当收集咱的声像，通保持咱逐天甲上帝同行的生命。咱做伙来祈祷。疼痛的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阮伫你的面前。求你先光照阮，予阮通会当看见家己的性命是毋是有毁坏的所在。主啊，我把我的软弱、把我的欠缺、把我的有限、把我的才能交伫主你手中，求主你将我的能力佮才能，予我更加看见主你所赏赐我的。更加看见主你的开朗，主啊，多谢你，愿我真实来到你的面前的时阵，愿你的慈爱临到阮的中间，让阮毁坏的部分，主啊，在你的面前来补足、来修正、来完全阮的性命。主，愿多谢你，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